破我哋以前对呢个台南嘅刻板印象。仲有其他啊？唔好食住啦。好可惜啊！点算我而家介绍到而家第四样咧，系冇一样系雷嘅。又是我滴答，咁咧隔篱嗰位好耐冇见啦喎，系你啊，有冇挂住佢先？肯定有，肯定有。前嗰排咧我就去咗台南啦，咁然之后咧我记得以前我同佢去过一次咧，系乜都冇买翻嚟。我记得有食火龙果干咯，净系 only 买一包火龙果干咧，就翻咗嚟就觉得，点解好似冇嘢买咁嘅？系咯。跟住估唔到佢今次帶個勁多手信翻嚟啦，跟住揾埋我一齊試食咯。冇錯，我就係要打破我哋以前對呢個台南嘅刻板印象。你哋是說2021必買？事不宜遲啦，我全部嘢咧就買咗五件嘅，咁我哋一件一件嚟試食下。我在安平老街買，我上次有冇去啊？好似冇，依家我就冇見到呢個同學嘅。嚇！佢兩個大鄉里去到台南都冇去安平老街啊？冇。哇！好唔掂當啊！我想講咧，安平老街嗰陣時我行啦，係超級多間都係賣蝦餅。我也想問台灣的朋友，為什麼那邊那麼多賣蝦餅的地方，為什麼都是蝦呢？為什麼？佢咧就係街邊嗰啲咧。自己炸嗰啲嚟嘅，佢有分非油炸同埋油炸，咁然之後我呢一款係油炸，我自己覺得油炸好味啲，果然係唔健康嘅嘢好味啲。Oh my god！ 要試啦，試下試下先，已經等咗好耐啦。係咩？耶！冇味手。哇！好脆，炸炸聲啊！佢最多擺10日啊嘛，而家差唔多係第三日啦。佢個味咧，同我當時食嘅味係完全係冇變過咯，好勁啊！即係唔會話通風咗咯，係冇咯。佢炸嘅時候炸得夠脆，同埋咧係極有蝦味，佢原味嘅蝦味係超級出嚟。哇！好有口味啊！好海苔啊！哇！超正嘅小菜，係你會好中意食，因為海苔味勁出咯。嗯，好正啊 ！You love it。Oh my god！ 我睇一路睇 Netflix 一路食嘅嘢。我試過太多間啦嗰日，但係呢間嘢真係令我覺得好好食，我即刻買咗。第二樣，哇！點啊？豐唔豐富啊？呢一間好色彩繽紛。佢咧就係一間叫陽光果果，咁就係賣好多果乾啦。你睇下，菠蘿乾、愛民芒果乾。啊！火龍果乾，我哋上次講嘅。哦，係啊，呢個係情人果乾。仲有個草莓乾。And then我再攞多兩包咧，就係呢個愛民芒果嘅紐加糖。跟住然之後，愛民芒咧，台南嗰邊咧，佢係原產地，所以真係超出名。試下先。哇！佢入邊係仲獨立包裝嘅，原來。不如睇下。哦。我哋嗰陣時見到火龍果乾係勁出奇咯。好好吃哦！我上次吃的那個是硬一點的，但這個呢有些水分在裡面，我覺得我覺得之後做配優的很正。上次我們買了一個太柴，我覺得這款好味很多。嗯，火龍果乾真的很少見，我們覺得很好吃。這個這個牌子很 OK 喎，陽光果果。我忍不住咧試下佢個芒果乾，不如呢個都唔係獨立包裝呢個。超大塊，佢個塊塊都好大塊，我想講。等埋我啊！我已經塞咗個嘴度。嗯，好香啊！呢個真係，好勁啊！呢個。係啊。嗯，鴛鴦眼啊！酸甜酸甜嘅感覺。嗯，即係你通常食芒果乾好怕佢會有糖漿啊，或者係點樣好黐啊，但係呢個係好食嘅。嗯，不如試下呢個紐加糖啦，因為紐加糖咧都係大家買手信最中意買嘅一個嘢嚟噶嘛。望望到咧，好好食，哇，香牛奶味勁出，嗯，佢唔黐牙，我中意，嗯，同埋咧佢唔硬啊，我食嗰啲係勁硬，硬唔係我跌咗地，佢個成地都係我地。
蓮德堂，你知唔知道原來蓮德堂咧喺台南咧係超有名，啲老店啊，係啊，老字號嚟嘅，非常之有名。就而家我手拎住呢個咧雞蛋煎餅啊，係佢哋咧間鋪咧 number one 湯蓮德湯，嗯，好重雞蛋味，嗯，加上咧佢個外皮咧有啲焦焦地，就會顯得更加香。我覺得佢可以。好似 Oreo 咁樣浸喺牛奶上面應該會好好食。嗯，咬多兩啖咧，個雞蛋會更加濃郁啊！我覺得，比起第一啖，我中意。佢嗰杯牛奶唔該，佢都可以做早餐。同埋呢個可以我帶翻公司下午茶嗰陣時咧食呢個超正。喂，仲有其他？唔好食住啦！好正啊！哇！我對 cheese cake 好高要求噶嗱，食啊！嗯。哇，好香，好食咯，好浓，好好食啊！佢冻冻地啦，跟住然之后就好似食咗雪糕咁，跟住然之后咧，佢又冇，佢系仲有 keep 住蛋糕嘅质地。嗯，上面系 cheese， 中间系轻乳酪，系超好食。我劲快食完一个咯，我觉得佢咧可以再大嚿啲，我会再开心。呢个都好得，点算我而家介绍到而家第四样咧，系冇一样系雷嘅。今次去台南冇白去啦，最多好啊！即刻去到最后一样，第五样。哇！一开始我真的觉得吓、啊、买茶叶蛋翻去使唔使啊？即系啡粉都食到啦，真的啊？系咯，你咁讲翻嚟，跟住然之后嗰阵时我就现场食啦，佢煮紧啊嘛，有啲新鲜煮嘅，跟住我食啱，即、刻掉翻转头。啊我買了它的辣味，它有原味和辣味的，應該是辣味再野味一點。你吃不吃辣的？嗯，它有兩種食法，現在我們是在雪櫃剛剛拿出來就是凍食，但它裡面其實還有很多汁的，它就跟我說是可以再去煮，加反而它，是加反而它，然後更加好味，試下凍的吃吧。是啦是啦是啦，它比起7-Eleven那些更加入味，認真。我想說那時候因為我可能它是熱食還在煮，它那個汁呢是會一吃下去然後撕出來的，是更加入味，所以我覺得如果買回去之後應該是加熱了它更加好味。好像是凍凍地，它有個溏心蛋呢，有那種感覺，像公仔麵、杯麵等等。通常吃蛋呢你會很怕它的蛋很乾，但這個不會，中唔中意啊呢、這個？嗯，咁仲有介紹咗五樣嘢，有冇雷嘢先？你覺得？唔服，全部都唔服。掌聲！好啦，我哋咧台南呢五樣伴手禮已經介紹完啦。咁我相信咧，應該有好多香港觀眾咧係覺得又去齋睇冇得食。錯啦！今次咧我好消息咧要話俾你知嘅，就好似我哋啱先介紹嘅陽光果果啦，跟住同埋蓮德堂嘅雞蛋煎餅咧。在 KKday 那邊是有得賣，然後直送去香港，所以香港的觀眾你都吃到的。愛文芒呢在這個6月呢都是它的季節啦，然後香港的觀眾呢都是啦，在6月的時候 KKday 那邊也都可以買到的，也都是直送去到你家那邊，方便，冇錯，台灣新鮮直送啫啦。係啊，咁佢條 link 咧，我就有擺喺下面個資訊欄入邊噶啦，記得就唔好錯過啦。咁如果想知道更加多嘅旅遊優惠資訊咧，亦都大家去 like KKD 個 page 同埋台灣觀光局香港辦事處個 FB page。經過今次，我哋終於都知道咧，去台灣都要買啲咩伴手禮啦。快多謝我啦，快多謝你啦，你好好啊，掌聲。好啦，今次條片咧就到呢度啦，記得咧要訂閱我個頻道，撳埋個鐘仔，然之後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 comment， 記得追蹤我哋兩個 IG 同埋 FB， 咁我哋咧下一集見咯，拜拜。喂，仲有咧台南景點啊，記得睇翻上一集啊。